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颁发的是 Scope Media 最佳社交媒体奖，有请我们颁奖嘉宾 Scope Media President CEO 王延清先生。另外啊，王先生今天晚上还有会送出一个价值500元加币的 iPad Mini 给我们的获奖嘉宾，有请我们王先生。好的，期待啊，哪位嘉宾能够获得这个幸运的大奖呢？而且我们这个 Scope Media 全球直播。哇 ，OK， 好，恭喜获得我们 Scope Media 最佳社交媒体奖的是十号佳丽，恭喜你！果然是最佳社交媒体，待会儿拆封以后直接可以上载这个照片分享 video。 对啊，可以上载我们的 Scope Media 啊。好，谢谢您。